韩剧《爱的迫降》型男元彬和索女孙艺珍元旦的时候被爆恋情，二人随即大方认爱，并宣布已经拍拖八个月。在上个月尾，元彬出席 APA N Star Awards 颁奖礼的时候获颁大奖，领奖的时候他不避嫌感谢女友完美演绎《爱的迫降》剧中尹世礼的角色，甚至被有型的李正赫诞生了。不过二人就未有同场，都是令 fans 期望落空。而今日情人节，二人首次透过广告以情侣姿态合体为电信公司代言，他们在广告带晒甜蜜，孙艺珍更加化身做小女友向元彬撒娇。网民留言表示，一分钟的广告都可以被他们拍了做电视剧。我是 Rose 妈马俊仪，足球条娱乐的读者，新年快乐，身体健康，财源广进。